完就分手了。我没有思考我还爱不爱他，反正就分手。我只希望我自己赶快振作起来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可爱啊，白痴啊，你在干嘛？美丽没送啊，美丽没送啊。美丽有在看吗？哇，你是听谁说就是有学妹喜欢陈思宏？美丽，美丽好。